家有很多的甘草树哦，那我的材料很多讲嘛哈，所以呢，平常呢哦，如果我去连带有经验，我会来没有这款物件哈，看不见哦。那它的另外一个重点药呢哦，就是姜哦，姜啦，那猪粉、猪菜这些呢，有几个姜哦。那我们常常用到的姜，东西生姜它谁了哦？生姜，哦阿板生姜呢磨成丝，就是生姜丝哦。那阿宝也会用到干姜啦哦，也用到干姜哦，干姜的旁边还有干姜。啊，另外姜还有泡姜，所以要的姜味素汤，好来做调味。啊，接下来就是补益药跟补阳药哦，这个是比较针对肾。那时候我们这个方子呢，哦，就比较大方的啊、哦，就是药味呢就比较多啊、哦，方子就比较大啊、哦。那它最主要里面有白芍啊、哦、白术、茯苓、独喉、党杜、仲啊、人参。冬虫夏草，如果吃得起冬虫夏草的话是最好啦，如果没有的话就把它省略哈，因为现在冬虫夏草的话好像一两还要5-6万块的样子，那五钱的话大概就2-3万块了，因为现在特别贵啊，以前没有那么贵啊，最近花了钱很多。这个看情况的哈，吃不起的就可以吃掉，没关系。然后我们的食材呢，可以用猪腰子啊，哈、哦，比较记得哈，啊，其中一般的哈，不要冷冻的东西会比较好。所以呢，只要是新鲜的鲜品都可以啊。那一样呢，把这些药材呢，哈、哦，放到十天不冷电锅里面呢，加水啊，加米酒啊，然后把食材放进去，我们那个美味的那个口感啊、哦，美味的口感啊、哦。那下面的话就把这些药材呢，稍微做个归类啊、哦，做个归类，跟各位介绍一下。那这里面的补气药有哪些呢？哈、哦，这里面补气药有黄芪、党参、人参、甘草、白术，这几味药我们通通是补气药啊，补气药啊。那补气药前面讲过，补气药就是包括补脾气啊、补肺气啊、补心气、补元气啊，这些呢，这几味药呢，通通可以把这些气呢，通通涵盖在内啊。那我们知道呢。我们人呢，哈，是一种气机，哦，气的流动，气的流动呢，哈，是看不到，可是又感觉得到。是呢，思考也就是一种功能，一种功能这样。那补脾气，哦，这就是改善脾胃的功能。补肺气，就让你的呼吸肺活量呢，哈，人就会比较有精神，很有面貌。补心气，就是加强心脏的功能。你多爱洗，要过来洗了。不来洗啦。那你都来洗。是吗？我顶到脚了，再来哟。你都顶到脚了，再来哟。
啊，什么？阿公诶，阿公大啊，阿妈都都回来在啊，伊是阮娘诶，身体健康，久坐。
米酒坏锅加一大杯水嘞。